超强台风来势汹汹，苏拉逐渐逼近，令到各区风势逐渐增强。天文台亦都表示，喺礼拜五将会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。我哋记者到超市、街市现场观察，大批市民趁停工、停货之前入订货。湾仔一间超市，大部分菜类只系剩低啲货尾啫，西兰花更加全数清仓，唔少新鲜肉类亦都就快卖晒。有菜档被抢购一空之后，提早收工。有档主表示，礼拜五货物会照常供应。台风天，粮食同埋饮料等等属于大众必抢之物。至于米、即食面、罐头等等，据记者喺超市观察，目前供应维持正常。